近日，刘亦菲主演的迪士尼真人花木兰电影选出木兰的恋爱对象扮演者，来自新西兰的华裔演员尤绥岸，他将饰演陈红辉，一名自信而雄心勃勃的新兵，加入了指挥官 Tony 的部队，成为木兰最重要的盟友和最终的爱人。此外，李连杰饰演皇帝，巩俐饰演大反派，一个强大的女巫。这跟原来的动画电影不同，甄子丹饰演木兰导师，越南籍华裔女演员唐莎娜饰演木兰姐姐，这也是电影里的原创角色。该片由尼基卡罗执导，八月在中国和新西兰开拍，北美2020年3月27日上映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